作为国家领导人呢，我们已经以身许国啊，我们要做到呢，兢兢业业，如林如履，夙业在公。我也希望我一辈子呢能够坚持下去，做成我既定的人生的事情。我想就是为老百姓啊，多做一些事情。55年前，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，和老乡们一起筑窑洞、睡土炕。成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，他带着乡亲们打井、修梯田、建沼气池，与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。真正理解了老百姓，了解了社会，这个是最根本的。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，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。1982年春天，怀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初心，不满29岁的习近平来到他从政起步的地方。那是1983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，习书记谈到了为什么来到正定。他说，我们国家百废待兴，需要有担当的人来负起责任来。一辆老式凤凰28自行车，习近平骑着它跑遍了正定县每一个村。每次骑到呼图河沙滩，就得扛着自行车走，虽然辛苦一点，但确实摸清了情况，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，增进了感情。25年前，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，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：善为国者，育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兄之爱弟，闻其饥寒为之哀，见其劳苦为之悲。至今，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。从人民中走来的习近平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。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，期盼有更好的教育，更稳定的工作，更满意的收入，更可靠的社会保障，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，更舒适的居住条件，更优美的环境，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，工作得更好，生活得更好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2013年元旦前夕，刚刚就任总书记一个多月，习近平就冒着严寒，乘车300多公里，来到太行山深处的贫困县富平，看望困难群众。了解了解你们的生活，对，你看看啊，中央啊，看看党和政府啊，还能为我们这个山区的，这些老乡们啊，再能做些什么事情？头天下了大雪吧，第二天总书记来，一看我这修理了个洞，给我送了个温暖的个大衣。他说我怎么称呼你？我就跟他说是我们的中央的总书记。你跟他说吧，人民的勤务员，人民勤务员啊。炕头板凳坐得住，粗茶淡饭吃得进，家常里短聊得来。他牵挂着百姓冷暖，回应着群众期盼。我们要有很多的时间到中国的农村工厂去和普通的群众见面，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啊，冷暖安慰。专门来这里坐飞机、坐火车、坐汽车，这个换了3种交通工具啊，到你们这里。我看到你们这个生活啊，看到你们现在所洋溢的这种幸福感啊，我内心也感到很欣慰。党的18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100多次到基层考察调研，12年全国两会听取数百位代表委员发言，人民群众的操心事儿是他心中的国家大事，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项项被列入中央重要会议日程，一次次成为改革关注点、发力点。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措施，
看你们是哭还是笑，是吧？现在看他笑，天天都在笑。要是哭，我们就要注意。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啊，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。我们现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，以人民为中心，我们现在就要围绕着啊，人民最需要什么，我们抓什么。人民的信任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责任。我将无我，不负人民，这是习近平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之心。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，从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梦想，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为人民做实事一直是他最坚定的信念。一往无前以复之，夙兴夜寐以求之，不遗余力以成之。有一首歌啊，这个歌名叫时间都到哪里去了，那么我的时间呢也都到了别的地方去了，那显然是被工作占去了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我们唯有戳力奋发，笃行不怠，方能不负历史，不负时代，不负人民。